房社郑肖慧珍社长，台南义载社张庆华社长，台南大园社陈真慧社长，台南安平社邵辉淑社长到台前来进行这个捐赠仪式。那我们请市长代表台南市政府接受捐赠。首先，我们正式的总共的捐赠金额是美金64万，总共台币是200万。六万四千元，折合台币205万。那首先我们捐赠的呢，就是教育训练费是122万3000元，还有我们的防疫物资一批。那防疫物资包含有幼儿桶的材料2台衣裤、简易电锅棒，还有防晒露。那我们请附近的媒体其实都有，好，谢谢。那我们请市长留步。那我们接着警方行的进行的是颁发感谢状。那我们请社长先就座。首先，我们邀请3470地区基金主委陈主委来接受市长颁发感谢状。我们感谢国际博伦3470地区的支援。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主办单位台南东南社政会方社长来接受市长颁发感谢状。我们感谢东南社发起这个计划，为登革热防治大家来接待我，你给我们全面的衣服。好，谢谢。义载社请准备。接下来是邀请台南凤凰社萧慧珍社长接受颁证感谢状。谢谢感谢社请准备。接下来我们邀请台南义载社张庆华社长，接受市长颁发感谢状。是台南大园社陈真慧社长接受市长颁发感谢状。接下来是台南安平社邵辉淑社长接受市长颁发感谢状。本捐赠计划也有韩国福伦地区菲律宾福伦社以及菲律宾福伦社友的支持。在此呢，我们致赠感谢状给韩国的国际福伦3670地区。那我们邀请3470地区福伦基金主委陈接下来我们感谢。接下来我们感谢菲律宾马尼拉圣米格尔福伦社以及3810地区前总监 Joyce 汤尼的支持，邀请我们3470地区前总监林宇欣先生代表接受感谢状。那请到，那我们的感谢呢，是来自国际福伦友人，希望国际友人能分享我们今天的服务内容与过程。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大合照，那我们请。就是由林先生，林前总监。张博，好，接下来进行大合照。好，那我们请市长就座。那我们请媒体记者到我们的舞台上方。那我们前两排的，咱们嘉宾在你座位旁边呢，有。